老公，其实我很害怕的，没有你在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玩，我担心我有事。你别装了，这个太假了，这个。你要知道哦，我爱你，爱孩子，你自己好好活。哎，自己好好活，这什么词儿？这不是坐飞机这个。如果要找另一个女人呢，你必须要找一个好女人，一定要比我好。这不是坐飞机。入得厨房，出得厅堂，知道吗？大哥已经受不了了，说啥时候走啊？这是。再见了，老公。你要去哪儿？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好像我飞出去了哈，对不对？这里都可以卡掉了。老公，我是为了你来做的。嗯？为什么是为了我？啊？因为每次我们俩出去旅行的时候，都是你去做一些比较有冒险的那些游戏，我都躲在旁边看。他过山车那个云霄飞车，我从来都不敢坐，因为。我就是很害怕嘛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在这种地方来的话，你肯定会来做的，我替你感受一下吧，好吗？老袁，我来了，啊，给我加油，拜拜了，拜拜了，老公，杰哥，我来了。你等一下，这儿他跟谁说呀？你自己喊个话好不好？班长，老师们准备起飞了。起飞了。3、2、1，拜拜！哦，还挺好玩的，哦，好刺激呀！这感觉还挺开心的吧？全程都听到纷纷在叫，看一个个在空中都能做好表情管理，对，并没有很吓人。亲子加油，伴旅行，还能喊 slogan， 都回来啦！哎，体重大的先到是吗？哇，太爽了，好好玩呐！哇塞，可可子很兴奋啊，一点不像恐高的样子啊！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，真爽！我要说一句话。你不可以找其他女人，我没死啊，我没死啊，我没死啊！你不可以找其他女人呐、啊！走你，走你！听哥说还好，我刚才没答应你。